下来四年乙班，伟人老师说破布在温暖的暖阳下，我们一起成长茁壮，徜徉在和煦的东风里，我们合作努力学习，自己自己自己，让我们认真活泼有活力。由佩妮老师带领的四年比分，我们的创意天马行空，我们的疯狂无法形容，让我们用猎豹的速度在今日比赛会场大展身手。李瑞奇老师带领的四年兵班，凭借我们内向内疚，凭借我们活泼有力，大队接力，我们是常胜军啊。接下来是由依林老师带领的四年入班，今天我们绝不失误，因为我们前进一步，所以请你们令人尊重。来，凡师老师带领的四年级班，用电话金不枪四年最班最厉害，有成龙在这班，一班打一十八班，今天的不是班比赛奖杯，我们干。